TSC 2017 ICTP 1 A MC 第十題，呢一題當年只有44% 考生咧答啱，咁而呢一題咧亦都非常之相似咧。2021年咧第十一題 MC 都係同樣問翻 DBMS， 即係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， 用 form 咧去輸入 data 咧，究竟有咩 major benefit？ 咁我哋做個題啦 ，A 簡化個 data 嘅輸入。咁一個好明顯啲啱，因為咧就起碼都 user friendly 啲咧，有張 form 嗱，你入咩 data 咧都有個問題個 label 咧提一提你，因為咧呢張 form 咧基本上係涉及咧即係 data 嘅 input 啊，咁所以咧呢個咧好大機會啱，但係咧穩陣起見咧，我哋都睇埋 B、C、D。咁第二個啦 ，simplifies report printing， 即係咧化簡咧列印報告嘅程序。咁咧好明顯呢個咧冇相關啊，因為咧就。Form 咧係負責 data input 嘅啫 ，printing 咧就係 output， 所以咧冇關係。C 慳咧儲存空間，咁咧呢個幾明顯咧都係唔啱嘅，因為咧將 form 咧只係 facility 即係方便個 user 咧去輸入咧嗰啲嘅 data， 而咧個 database 嘅 table 咧個 structure 啊，譬如佢有幾多個 field 啊，每個 field 用咩 data type 咧，或者每個 field 咧個長度係幾多咧，全部都定曬噶嘛，咁基本上咧係唔會。慳咗個 storage space， 因為咧基本上個 table structure 係冇變到。而分鐘咧，因為我加多張 form 咧，有機會咧仲用多咗少少 storage space 添啊。好，最後 D 啦 ，filter data 將啲 data 咧過濾，咁張 form 咧基本上成個設計咧都冇filter 嘅成分，即係冇咧篩走啲你唔想要嘅 data。咁所以咧呢個咧好明顯咧都係唔啱嘅，所以最後答案咧就係 A 啦。